台湾人呢是几岁开始规划退休呢？最新的调查是37岁，37岁，那比2022年又提早了2岁。换句话说，2022年的时候是39岁才开始规划，现在是37岁，甚至于20至29岁的族群内底，有超过30%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布局退休了。搞事业啊，好，你就会不行，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很多人都还在摸索人生的未来的方向。你现在规划退休，我干嘛一起凶悍嘛？好呀，你老爸好，那是王永庆。好，那么这个说台湾人啊，规划退休啊。最新的调查是有五大迷思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慧珠，什么叫五大迷思？不过听说你已经退休了，对，我已经退休5年了，我2018年退休的。哎呦，对，退休就每天挂着钻石戒指这样啊？没有，其实退休做很多事情啊。我去年有出一本书啊，这是对我自己的交代。对，出书是对自己的交代。对，那我觉得刚刚讲到说那个郑大哥，你说到说你爸爸那一代，就说我们其实我觉得到现在开始，其实大家都在想要怎么样重新来定义这个退休，退休或重新定义工作，因为一般人我们想做的工作就是你规规矩矩的在职场上坐着上班，或者是说你有一张很响亮的名片，可是你会发现说，其实 COVID 之后，其实这个很多事情都被解构了，你很难去形容一个人。比如说，郑大哥，你怎么形容我？我就知道你是富婆，就这样。可是这不是一个工作啊，对不对？这不是一个工作，就是你会发现说，其实现在很多人他的工，他可能有很，那你怎么定义网红？网红他是他的职业吗？就是说，其实现在很多人他的工作形态其实是很多元化，也许你可能以前我们说你的斜杠人生，可能你下班之后你去做一些事情，那是你的斜杠人生。可是你后来发现，现在很多人的工作其实他就是工作的他的斜杠，就他做起。副业的部分还超过他的主业，所以你很难去定义或是形容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大家对这个工作的这个定义，可能就是说已经不再是说，确实时代变了。对，比如说像退休，已经不是说 on off 或是 off。虽然我是2018年离开《经济日报》，可是我发现我并没有从我的那个工作上去退休，因为我做了很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对，然后我可以做我时间的主人，我不用再把我的所有权交在别人的身上啊。对，你是几岁开始想退休这件事？我其实因为我觉得像一般上班族的女性都会面临一个就是职场跟家庭嘛，因为我有3个小孩，其实我生了第3个小孩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想要退休，因为我觉得我既然生了3个小孩，我想要教育他们，所以我也很羡慕那些全职妈妈可以在家里陪伴小孩。那时候我去跟总编辑说我要辞职，总编辑说那你去美国念硕士不就白念了吗？就他就说希望我就是不要就是继续留在工作岗位。其实那个时候大概就我差不多35岁的时候，我生我老三的时候，但是我就是一直在挣扎，然后可是就是这个退休计划就一直到我工作了25年的时候，我就要退休。可是我觉得这个退休过程就这样，当你规划了很久，但是你当有一天要实现的时候，你反而会彷徨。就是说离这个退休越近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人对于未知或是不确定的东西都是会有惶恐嘛。所以其实我在退休的前一个月，我就有点紧张，因为我不晓得说我将来要做什么事情。退休前一个月开始彷徨。对，因为你会怕说，我一个月，我之后我就第一个我没有记者，我没有身份了。那我怎么样在社会上？这是招总，对不对？经济日报、联合报系的那个招牌，对。然后第二个，你会担心说，你也会对财务，你也会害怕，你的财务是不是够？对，就是你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可是你那时候，因为我为什么要退休？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整个媒体走下坡嘛。然后我们的记者都是到了25年，都是要跟报社都会跟你先结青年资。青年资就是你要薪水要打6折，6折回聘，对，6折啊，对，那你就是一个新人，你是一个新人。比如说我原来有30天假，我可能就只变了7天，然后我的薪水就是被打6折。那我觉得那个本来如果8万就剩下48000，对，那个就是说那是一种对工作上的不尊重。年终奖金呢？对，
年终奖金已经没有，我刚进报社是四个月啊，后来离开的时候已经。你拿优等只有一个月，那个美好。优等才一个月，那如果不是优等呢？如果是甲，可能什么0.2啊，或者是0.2个月。对，个人了不起班哦。对啊，反正就是那个整个媒体环境就很，你要做的事情更多，但是你投的报酬是更少。那我觉得这个都还好，因为你媒体其实是可以快速成长，你自己可以个人可以快速成长一个行业。但是我觉得那个报酬，你当然不见得会很看重那个薪水，但是我觉得那个最起码的尊重是应该要有的。就是如果你到了55岁还被减薪，然后就是为了要恋战一个职位，我觉得那就大可不必了。那我想说，就来那个新闻哇哇哇当来宾好了。因为我以前在《经济日报》是不能上电视，现在是不能上电视啊。是是，慧珠已经退休了。对啊，你觉得退休后有什么事情可以跟大家啊，就是啊提醒？比如说有朋友没有，是什么学习？但我觉得他就很好啊，他就是他有运动嘛。其实我觉得因为你退休之后，你的能力跟体力一定都是走下坡。那你是让你可以去运动，运动包括你可以慢跑，可以快走。你看他参加铁人三项，不得了啊！虽然我不能铁人三项，可是我也参加过那个接力。我有骑过脚踏车，你可以啦，你试试看嘛。我有勇渡过日月潭，爬过玉山，哎，对，而且因为你知道吗？其实老人将来会发生危险，很大原因是因为跌倒。可是如果你有运动，你的重训会，就是在你重训在你可能在发生危险的那时候，你可能会第一个反应会那个，其实你运动是在存你的健康的本钱，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运动。运动。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其实像他刚刚讲是说，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就是说，他其实对自己很清楚，就是说他不会被社会的价值观绑架，就是他就算你问他你洗衣服煮饭他都 OK， 因为他的观念就是说他要陪孩子成长，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核心。像很多人他们退休都会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会慌张，会有失落感，就是因为他忘记他当时想要退休的那个初衷，然后就会因为毕竟我们的社会里头还是有这个社会价值观会来判断你嘛。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说可以，你要学会独处，要跟自己做朋友，学会独处。对，因为你就是有一个然后再来，我觉得像刚刚大叔讲的，他说他有时候都在家里，我觉得不要在家里，就是你三不五时还是要有社交的朋友，要有吃饭的朋友，你至少要打扮一下。现在有了，现在有了，不要像把家的家具服穿出去，就是你自己还是维持那你没有名片呢这样子。没有关系啊，我的书就是我的名片，他的脸就是他的名片啊。他以前没有啊，你退下来的时候没有，不会慌了哈。我不慌，其实我以前在公司的时候我就没有名片。对，因为我那你跟总统一样啊。因为我老板跟我一个观念就是说，他说他也不需要名片，因为需要认识我的人就会认识我。其他人没有拿到名片就是不需要认识我。还有一个我觉得要多旅行，就是睁开把自己的视野打开来。新闻哇哇有 YouTube 频道喽，请大家搜寻新闻哇哇哇，或者扫描 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开启小铃铛，请大家继续分享。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包含神准算命、开运商品、开运秘法，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